振东，我家庭条件不好，你真的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明亮，那么多大老板追你，你不也是看上了我这个刚创业的小老板？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，低血糖。你等我一会儿，我身上有水，我拿给你，然后坐着休息。妈，哎呦，女儿，你下班了？妈，你身体不好，就不要出来捡这些破烂了。我现在工作了，能养活你。六六，这是。振东，这是我妈。不是不是，帅哥，这美女看错人了，我不是他妈。妈，振东，我跟你说过，我家庭条件不好，我妈身体不好，还要出来捡破烂，我弟弟还要上学，我……帅哥，我真的不是他妈。妈。阿姨，我知道您在顾虑什么，我怎么会嫌弃你们家呢？我现在虽然也是负债创业，但是我相信人定胜天，这日子啊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我喜欢六六，是真的喜欢，所以您不要怕我看不起你。这孩子好，你们的事儿啊，我没意见。振东，这回我相信你了。妈，你可别不认我。好，好，这孩子好，你们的事儿啊，我没意见。阿姨啊，你快上车，我送你们回家啊。我来这张，没事，我来。啊，这以后啊，您就别出来捡破烂。我虽然也不富裕，但是还能供得起你们吃饭，还能供得起小弟上学。只要六六肯认真帮我，这一切都不是问题。好，好。男女用心创作快乐，大
大家好，我是六六，喜欢我们就关注七点半，每天与你不见不散。